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，共产党到俄罗斯参与这场战争，他能带回来什么？除了尸体之外，他连骨灰他都带不回来。咱不信走着看，天灭中共。所以道长说我们业已天成，有道理。我越想越有道理，业已天成啊。昨天我在外面的雪里面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这皑皑的白雪，大自然的规律，哪一天下雪，过去十万年百万年没改过，是谁在运作这个规律？大自然自有它的规律。共产党做到已经是必死无疑，人神共愤，天地不容的境界。